我把这些东西都砍一砍。干，他是来搞我的，他是来搞我的，他就要拿香蕉皮丢我是怎样？丢对面的好不好啊？丢我干什么啦？哎，这样也踩到哦，这判定比夹子鬼的夹子判定还大，不要再丢香蕉了好不好啊？拜托你嘞！等一下，赶快排下一场，才不会有那种讨债的。完啦，这场怎么还是有讨债的？啊，又是每个礼拜五介绍 GeForce Now 的时候了，算是比较新世代的游戏体验，不受硬体的限制，然后你不用下载游戏，就可以直接去玩那些他有提供有合作的游戏。你可以到他的官网这边，这边会有个系统需求，你可以直接去看。就算是十年前的电脑，应该也有达到这个标准才对。GeForce Now 比较要求的基本上就是你的网络，但是其实也没有要求到多高，你就直接把它理解成25Mbps以上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有25Mbps以上，你就可以稳定 1080p 60fps。有感情一点，不是我讲话就是这个调调啊，已经很有感情了，我已经很有感情了，好吗？对，然后如果你真的不想要下载软体的话，这边也有一个浏览器开启，一样它要求的比较重的也就是你的网络而已。它还有一个，最后还有一个 Android TV， 就是它跟两个大宽屏是有合作的。在这边如果你们家的电视是这个大宽屏的，这边有两个专案，你可以直接在电视上面去做 GeForce Now 云端服务的功能。GeForce Now 最大的好处呢，就是你可以不用下载游戏，因为现在硬碟，我猜啦，大部分的人应该标配都是1T 到 2T， 可是有的人可能预算没有那么多，他可能用 500GB。现在的游戏都越做越好了，所以很多游戏可能都6、7、80GB 的都有，画质越好，细节越多的游戏，那它的硬碟容量就要越多。GeForce Now 的第二个好处就是你不用花太多的钱去组一台很好的电脑，你只要网络有符合需求，然后你的机体硬体的那个建议要求有达到，基本上就可以玩了。然后它的话，它的游戏列表这边，它现在已经支援到1000多款了，只要你是白金方案以上，都可以去玩一些有光线追踪技术的，你都可以去开启光线追踪技术的那个游戏。那如果你是 Basic 方案的话，就是你可能会需要排队，你是没办法就是有光线追踪这个服务可以开的。然后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是实际用 GFN 去操作游戏。哎、欸，居然有动物大逃杀、欸！哎 ，Super Animal， 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这样念吗？哎哎哎哎哎，动物大逃杀、欸！哎，这游戏我之前跟许肥吗？是许肥吗？这个游戏还蛮好玩的。开一下好了，很久没开这个游戏，反正刚好船沙维修嘛，来跟观众玩这个游戏试试看好了。因为我有点久没玩了，我看一下，太久没玩了。不然这个好了，我玩看好了，我没玩过这个新模式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要怎么玩。当重装好了。被排泄了，怎么样？你们没进来是不是？好啦，等我啦，我等一下跟你们讲预备好，然后再一起那个啦。哎呦，完了，太久没玩了。哦，一发秒杀，没子弹啦！我只能拿小枪了。哇塞，这个游戏还有医护兵呢、欸，太猛了吧！医护兵！哦，原来我拿小枪比较强。我拿小枪好像比较强哎、欸。有没有狙击枪的有哎、欸，我们看狙击枪好了。哦，击杀！拿着一把 AWP 啊！哇，炮枪！有人想赢我，他一定会走下面。你有吗？哈哈，抓到你喽！屌虐，又屌虐了一把。看来我比较适合当狙击手哎、欸，我觉得狙击手比较好玩哎、欸欸。这个游戏很久没玩，这个游戏跟朋友一起玩其实还是蛮好玩的。你们好了吗？我按哦，快来大厅跳舞。这个绿宝石该不会是最烂的吧？我跟着观众打，我在后面掩护观众，没问题吧？觉得很稳。先把这些东西都砍一砍。干，他是来搞我的，
他是在搞我的，他就要拿香蕉皮丢我是怎样？丢对面的好不好啊？丢我干什么啦？不怕。哎，一枪没死，带走，哈哈，狙击手。哎，这样也踩到、哦，这判定比夹子鬼的夹子判定还大，不要再丢香蕉了，好不好啊？拜托你嘞！完了，我又踩到香蕉，不要再丢香蕉啦，拜托你们！秒杀，秒杀，一枪一个，真的，一枪一个。秒杀！还有谁？秒杀！我跟鬼一样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打到他的头84滴，他居然没死！看我后面有一个超级补师哎、欸，一直在帮我补血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又杀了一个！哎、欸，我又杀了一个！狙击手好狗哦！狙击手在后面耍白烂哎、欸！有个喷子，哇！完了，大对面大军压境了，快撤退！啊！我死了，他拿的什么枪啊？那是步枪吗？看起来也不像啊。OK， 这把靠我了，我拿喷子打近距离，重装哥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我们侧边突破。啊，喷子好像没有我想象那么强哎、欸。等一下，赶快排下一场，才不会有那种讨债的。不然有那个讨债的，真的不知道怎么打。完啦，这场怎么还是有讨债的？完蛋啦，这里又是菜市场，干嘛那么多人？去别的地方不好吗？啊，不是，我刚落地什么都没有就死了，这些人真的是疯狗哎、欸！啊，这样是要怎么 play？ 看后面这些人，这是都来追债的、欸，受不了你们哎、欸！你还在追？啊，完了啊！不要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场，没有活下来。我一定要活下来一场。哎、欸，我躲在云里。他们怎么都知道？不公平啦！干嘛？为什么这个路过的先射我？我快不行了，我真的快顶不住了。我怎么去哪都有人？是绝对不会向恶势力妥协的，就不要让我有一次捡到一把很好的枪，你们就继续跟在我后面没关系。我一定一发一个，一发一个，走着瞧，真的走着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啊，怎么那么多啊？哦，跑不掉啦，这样怎么跑啦？不行了，我决定我要去抢旗了。拿香蕉看我，刚刚是想拿香蕉丢我，是不是？看到有人一直拿香蕉丢自己人啊。这里有一个一直在拿香蕉丢自己人，被我抓到了，输啦！有内奸啦、啊、好啦，这个是用 GFN 实际玩游戏起来的感受啊，用法也很简单，就你想要玩什么游戏，你就直接去点，就从他的那个服务云端这边去点你想要的游戏，他就可以直接去选择你要的，没错。然后有任何消息，你们可以去官方那边看。那今天 GFN 的实际使用整体的感觉跟使用心得就到这。